秦云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栏目，我是王祥云。今天呢，很高兴和周鹤阳老师一起，为大家带来围棋之乡第五轮的比赛，是由上海对阵的是河南洛阳。周二你好。你好，欢迎，各位棋友，大家好。这个两个。对，就是我们一看不是个人的这个名字啊，主对。要是一个类似于像团体赛，但是它的赛制呢又有点像成为连的这种队技赛的形式，对，是一个比较多人数一起来参加的一个比赛。这种比赛形式还是比较新颖的，对，然后能使大家呢都能参与到围棋比赛中啊。一直我们来说，围棋比赛是一个个人项目啊，但自从这种比赛形式推出来之后呢，应该是受到大家，应该是尤其业余棋手们的那个广大喜欢，是因为它更多的是把这个主角都让给了业余棋手们啊来发挥。对，那么我们在这个赛前呢有一个小的短片儿，我们现在呢一起去看一下。晋江呢也是一座文化名城，这是一个分自站古赛，呢是人在杰晋江地举行。人杰棋比赛，每年呢有交易可以。围棋之乡，这是我们中国围围棋协会主席李元芳，晋江管理，还有他和他的二哥。应该说，林主席是非常重视这个比赛，亲自参加了这个赛事。这是我们围棋协会的秘书长、副主席王毅。这个是他们的现在比赛现场啊，这对，是在晋江这是抽签的过程啊，这授牌。奇妙科手中国围棋四强联赛晋江分站赛第一轮比赛现在开始。是这个比赛，对，大家看到就是。这是洛阳人，河南洛阳队。是这也是我的故乡。对，这个故事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聊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每个队的人数都不少。这应该是队技赛的一种形式啊。这边是孟泰林，这是他们的教练，应该是。分站赛应该是有很多队一块儿在一块儿。哦，还有这么小年龄的小棋手。福建省锦江市，对，有女棋手，有男棋手，还有这个小幼朋友，儿，对，一起来参加的这样子一个可以说是全民的一个围棋活动。对，然后呢，教练基本上都是职业棋手。刚才我看见是王瑶，对。应该说这个比赛就是无所不包啊，把所有的喜欢围棋的这个朋友们都给聚在一起。对，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，全民参与。所以这林主席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比赛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还有邵伟刚，这个是我的那个同辈啊，我们都是老熟人。对，这个是在我们都到主队，颁奖阶为段，家乡而战。多的业余爱好者，其实就是爱好者们的舞台。